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龚小明，今天来到了我们这边的龙湖公园，里面挺热闹的。到了傍晚，附近的居民和中老年人就聚集在这里，是中老年人散步休闲的好去处，所以我们去看看吧。比较凉快啊，空气也很好，舒服啊。啊，要在湖边住，肯定连空调都不用开了，太凉快了。